为了要抢几家商机，很多饭店大打折扣战，特别呢是向来这蛮昂贵的港式点心，有的是第一次推出了吃到饱，还有99元均一价，另外也有66折的，就是要拉拢市场。结果果然订位率大增，有的饭店还天天客满。鸡丁豆腐乳热炒粤菜，现点现做。然后这是你们点的丝瓜鲜虾肠粉，谢谢。蒸笼点心现蒸肠粉，港式饮茶美味挑战饕客味蕾。肠粉，对对对，肠粉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对，而且这黑黑的很特别。看着年轻人爱吃港点，趁着暑假档期，五星饭店逆势力推优惠下杀，叉烧酥、蒸烧麦通通随你点，要炒热淡季业绩。福华开业20年，首次打出饮茶635吃到饱，学生券、准考证再打折550就能饱餐一顿。另外，军品也推下午茶，港点均一价99块。米其林创意菜色让七月底前的定位已经满满满，就是要主攻学生族和年轻人的聚餐。虽然我们是只有晚间供应这个任您点吃到饱的活动啊，可是它反映在业绩上面成效是我们蛮欣慰的，将近有20%的成长。没定位难吃到，饭店集团韩式爱美这次也加入战局，首次港点66折拼人气，海鲜汤包、松露虾饺、高档食材抢附近商务客和上班族荷包。我在这附近上班，然后就是知道他在打折，就想说把握机会来吃一下。最近这个礼拜来讲的话，它其实小吃区跟来客数都是 double 的。五星饭店杀很大，锁定不同客层翻红业绩，大赚夏日财。中天新闻范纪文讲，采访报道。